特定的主题，或者是要去完成一个什么任务，就是一个简简单单记录一下生活。然后我现在正要去上课的路上，但今天是星期六，所以呢这个 vlog 就是记录一下我健康生活的开始。所以我会给你们记录说我吃了什么东西，或者是我自己在家里做的话我是怎么做的。 OK， 去上课吧。现在下课了，然后我现在要去 Boston Symphony Hall， 然后没有时间吃午餐，所以我吃一个这个。然后因为我刚课结束，所以我已经错过那个跟大家汇合的时间，我得自己寻找这个路然后走过去。我也不知道我现在在哪里，我现在来 Google 一下，而且我好喘。So, my name is Greg. I'm a volunteer tour guide here. We have a big association of volunteers at the symphony. People do everything from giving tours to handing out programs. 我们现在进到这个音乐厅了，然后这个 tour 大概要1到1.5小时。Army, and if you look closely at the picture, you can see there's a scar on his right cheek. He was actually an officer in the Union Army. 我们 walking tour 完了。今天天气很好，蓝天白云。现在是晚上的大概快6点钟，因为我们约的6点排练。然后呢，我就换了一件衣服，因为等一下晚上要去看一个演出，所以穿的稍微正式一点。然后我今天这个排练呢是和嘉凯哥，就是他也是苏打绿的吉他手，然后他自己写了一首歌，然后我想要帮他在里面拉大提琴，所以我们就去排练。我在录我的 vlog。嗨。嗨，你好。Bridge， 对。Try it，yep， from the beginning to。开始表演，其实我也还蛮期待的。
这边都还没有机会看表演，虽然我们学校基本上是每一天都有表演，但是一直都没有机会去看。到了，所以我们需要材料的是这些，很简单，只要你有速冻煎饺，然后两颗蛋，跟盐，然后油，还有这个最后撒上去的芝麻盐，那就是 OK。好，那我们开始。为什么用这个锅呢？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的平底锅没有盖子，但是我需要用蒸的方式让煎饺熟，所以我就用这个。为什么不露脸？因为我现在很邋遢。然后现在把一个一个饺子摆进去，然后我们开始计时1分钟。那我们来现在确认一下底部有没有金黄色。OK， 我们现在加入水，然后水就是过饺子的一半。我们把这个盖上。OK， 现在水已经全部烧干了。好小，然后来把它搅碎，一看就是一个业余打蛋手。我们加一点点的盐，OK， 好紧张哦。弄平均。OK， 现在算是大功告成，剩下最后一步就是撒上我们的 bagel sesame。左手撒有点不灵活，哎呀，啊还可以可以可以，吓死我了。OK， 那大功告成。OK， 我要来试试看。我快睡着了，1:02了，我的作业。然后我在写我的其中一堂课的 midterm project， 然后要做 PPT， 然后明天还要 presentation。对，妮娜在陪我，我刚刚去上厕所。来 update 一下，现在是3:29。然后我想说的就是，我本来定的这个 vlog title 是大学日常或者生活日常，然后 healthy life， 但是现在5:10我还没有睡，这样 healthy 吗？现在是6:40，我算是写完了啦，基本上明天检查一下，然后还有一小段文章要贴上去，天已经亮了，就结束了。
虽然晚上早上熬夜写到早上不是一个 healthy life， 但是我还是要保持我要喝柠檬水。好，然后我就要上楼睡觉了。对，明天很早的课，所以我也不能睡几个小时了。Good morning, Boston. Good night. Good morning. 现在已经是星期二了，然后我要来烫一个花椰菜，我会把它分成梗跟菜。就是菜的话我就烫来吃，因为我都不加盐，然后也不加任何调味的酱，所以呢我就是会加着泡菜一起吃。然后梗子的话我就会用来熬汤的。我现在下课回来，然后我刚刚已经把就是水煮花椰菜放到冰箱里面冰镇，就是变冰镇花椰菜，然后再泡菜。然后现在就是我早上不是有说那个梗子吗，现在梗子已经在里面了，来给个特写。好，谢谢妮娜同学。我来介绍一下我的高汤里面有什么，就是有刚刚说的花椰菜梗子跟一整颗的洋葱，还有胡萝卜。现在呢我就要来用这个高汤底，然后来做一个番茄汤。那这个番茄汤呢就是至少可以喝个一天到两天三四餐肯定没问题。然后先来炒番茄，个人是非常的爱番茄。你看现在这个番茄，来张同学给个特写，已经是这个程度，水水的，然后我们就加一点点的糖。好，现在就把这个高汤的部分舀进这个番茄。然后我现在要把这个盖子盖起来，然后让它大火滚起来。怎么关掉了？再一次，失败。现在我们让它用大火关起来。没大火嘞？等一下，好，再 take three。现在我们用大火让它滚起来。啊，有，赞。然后可以吃午饭。上午饭写功课，写完功课上课完就可以回来吃晚饭，这就是我的生活。OK， 好，耶，哇哦，满满都是花椰菜味。好了，我开始吃饭了，现在就是有这个番茄汤，然后还有一个鸡腿，然后还有花椰菜加这个萝卜，花椰菜。像个吃播。现在是晚上的几点啊？现在3:30。他一看到我在录播，他就这样。现在是晚上的7:38，然后准备看演出。
家一起去 Halloween 吗？那我们下礼拜见好不好？你乖乖。那明天就再见。嗯，明天来找我也可以啊，但爸爸妈你要问爸爸妈妈可不可以？好吃吗？好吃。你吃的什么？ice cream。现在是晚上几点啊？娜娜帮我们做好吃的，谢谢。这是我最后一天的 vlog， 就我是录从上礼拜六录到现在，然后对，然后现在现在录已经感觉要火了啊！我在工作，然后算是工作，但是又算是玩，因为我好朋友默默来了。反正就是我们星期六、星期天要拍 Bobo Step， 然后因为 Bobo 就提前两天来找我玩，我们就拍一个，就算是。有点像私下的一个纪录片，时尚纪录片。然后因为他刚到，所以我就做一个超级棒韩式部队锅，超级 sweet。而且今天还去机场接了我们，真的特别感动。这是官方的话还是？没有，真的。OK， 好，那我让他们吃了，因为我已经做了很久了。耶、yeah, ，成功！嗨，现在已经是星期四的晚上半夜两点钟，不对，应该是星期五的半夜两点钟。这个 vlog 就到这里啦。然后，这个 vlog 就是一个比较 daily 日常，然后顺便记录一下我喜欢吃什么东西的一个 vlog。那比较简单，但是希望你们喜欢吧。然后我们就下次见喽。拜拜。